您对这个出版有什么具体要求呢？其实我也没什么特别的要求，只要是正规出版就行了。我杨曼玉可不出盗版书。对对对。可是这个，就我了解啊，现在这出版社都特别的抠门，是吧？他如果不赚钱，这个书他要是万一卖不出去，你不会觉得我的书没人买吧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万一，对吧？万一他要是没有万一，大不了我就自己买呗，不就是钱吗？我又不差钱。哎，那我有什么好处？你要什么好处啊？莫非我以身相许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接不住这事儿，接不住啊。那行，这样，我给一朋友打电话，让他过来一趟。好。喂，老孙啊。喂，爸。哎，那个洪明怎么没接电话呀？嗯，啊，洪明啊，他没接电话，那他可能是在开会，要不然一会儿再打啊。哦，我有个事儿找他。哎，你跟我说也行。行。那个家里啊有点急事儿，急需用点钱。哦。你看你们手头方便吗？你着急吗？着急着急啊，5000块钱就够了。行，行，我知道，5000。好，我想想办法。嗯，哎爸，你先别告诉洪明啊，他那么忙，又开会又干嘛的，你别让他着急了，这事儿交给我办吧。哎，好，我想办法，尽快给你啊。好嘞，那就这，挂了啊。哎呀，这买房子都上房借完了，还得借不钱。田秘书，哎呀，这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？来来来，坐，来。哎，这位不是那个，杨曼玉小姐，来，对对对，坐。杨曼玉小姐，你这位就是孙老师啊？对，孙老师啊，孙旭东，孙老师好，我是杨曼玉。杨曼玉，知道。老孙，这样啊，这杨小姐呢，想出本书，看上你们出版社了。啊，看上我们出版社了呀？对，我看看啊。哎呀。哎呀，这真好，这多好啊！杨小姐，我问一下，你这个书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关于我的心路历程，我想出本自传。哦，自传。嗯。哦，哎，田秘书，咱们就是个学校出版社，要是出人家大明星的自传，会不会有？别说了，我明白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老孙啊，就凭杨小姐的知名度啊，人家想要出本自传，随便找个出版社出版，那是分分钟的事儿，对不对？那这是我力劝啊，我愣拉着人家杨小姐找你们出版社，你怎么不明白呢？太好了，杨曼玉小姐是大明星，我跟你说，别飞了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本书要是在你们出版社出，啊。那你们出版社那就名声大噪了，对不对？不管是对你们出版社还是对你们学校，这都是有好处的。你怎么不明白呢？那倒是啊。哎，不过，学校出版社现在是梁鸿明老师在选题。哎，要不你直接找找他，又给往外推是不是？哎，不，绝。我跟你说啊，你是做领导的。再说你又这么喜欢杨小姐，对不对？喜欢不喜欢？
嘻嘻，这就对了，你拍一个板儿，这事儿不就办了吗？哦，是吧，杨老师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没问题。我一看孙老师就是个好人啊，哎，一定要帮人家哦。好，好，好，一定帮，一定帮。那我就先谢谢你啦。哦，不，谢谢孙老师。哦，对了，还没点喝的吧？您喝什么呀？那就喝你，啊，服务员，再来杯咖啡。好，咖啡好，好，回来了。哟，回来了，主编。要不找麻烦啊？杨总编，哎，您今天啊在出版局那演讲太棒了，我看台底下那些领导都频频点头，非常满意。就时间太短了，每个人就给三分钟，我这刚开个头还没发挥呢就结束了。可不是嘛，不过这次奖啊全都靠您了。嗯，不能这么说，这奖啊是咱出版社大家得的，人人都出力了啊。谁说的？要没您的策划，这书信根本就是没影的事儿。啊，对了，您看啊，这个，您看，我得给您挂上。您看，挂哪儿啊？挂这儿，这儿合适不？这墙，看，怎么样？不好是吧？那边，你看，这正好空着呢。这行吧？这怎么样？行，你就站这儿吧，我看挂你身上最合适。又开玩笑，什么玩意儿挂我身上？那个，嗯，梁总编，我还有事儿啊。那你看，大家熟悉这个第一刊，我也出了不少力。这个第二刊的编辑人选，您确定了吗？是这样啊，嗯，第二刊，我打算让年轻人做。他们早就摩拳擦掌了，跃跃欲试，他们才是咱出版社的中坚力量，应该给他们机会，你说是不是？什么呀，这八九零后这些小孩都不靠谱，他们懂什么呀？不像我这元老，知识面有多，出了那么多畅销书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哦，合着陪我一下午就是为这个？那没办法呀，我跟吴社长已经说过了，吴社长也同意让年轻人来做第二刊。哎，行了行了，陪了一下午了，也挺累的啊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好吧？就是合着我这拍了一下午，你马屁就白瞎了呗？不是，行，不说啊。小石，来把这挂上。谁让你挂身上了？挂墙上。是我。孙处长。哟，徐大编辑，快快坐。你都好久没见了，忙忙什么呢？我忙什么呀？您是大忙人，哪有时间接见我们呢？都是瞎忙。您找我肯定有事儿，什么事儿您说吧，我保证努力完成。我想让你出本书，看看。哎，是不是那大明星杨曼玉吗？感兴趣？当然感兴趣了，我是她粉丝。真的呀？是啊。这书稿我看了，写的还是比较生动，有趣儿。是吗？啊，其实啊，我早就想做这种书啊，这种书畅销，老百姓爱看。可是我就是怕。怕什么？我怕梁副总编不同意，他一直强调我们要走市场，不能走娱乐，还说要什么品质。这个人我了解，书生气，脾气倔，又不知道变通，所以我就没有直接找他。哎，徐编辑，你想办法把他处理一下，最好是不要声张。行，明白了。您既然交代了这事儿啊，我肯定保证完成。这书啊，我做了。好，等我当了副校长，首先给你记一功。
真的？那当然。您说话算数吗？算数啊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去办啊。不送了。您别送，您忙吧。哎呀，妥了。喂。嗯，文文已经出来了，你再等我一会儿好吗？好嘞，好嘞，一会儿见。坐后边，来来来，赶紧坐。徐编辑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好事儿啊！梁总编的审稿费，你收起来吧。他知道吗？哎呦，他那人你比我清楚，我哪敢直接给他呀？所以就给你送来了。那我不能拿。问他，你放心，这钱来路很正。你说大家都拿，就他不拿，人家作者过意不去，所以让我给送来了。不是他那脾气，我要是拿了，他要知道，真的他肯定给我急。我不拿，我不拿。这跟什么过意不去，都不能跟钱过意不去。我知道你们家刚买的房子，手头有点紧，这钱也不多，几万块钱买几样家具啊。跟你说这事儿，你知我知谁都不知道。骗你干嘛？我都拿了。哎，拿着吧。还是不放心。不行不行，我好，这样就好了。行行，要不这样，你给我打一借条，就算我借给你的，行吗？借啊！这要是梁总编问起你来，你好交代啊，是吧？签字。哎，签吧。行吗？行，没问题。哪有借钱犯法的，是不是？对吧？行了，行了。哎，啊，你干嘛把它撕了？哎呦，你看我怎么还撕了？你说，那我也没法跟你要了。哎呦，你这招太绝了！你也有我这大脑袋白长的呀？啊，聪明着呢。不是，哎呦，不行，我快迟到了，赶紧走了。一会儿那个梁总编要看见我迟到，又得骂我了啊！哎哎，你知我知啊，放心，打死我都不输啊！我先走了啊。好嘞，哎，谢了啊。谢什么呀？吃，饿死我了！别管你这段时间都去哪了。姐，我总算找到了。谁呀？就是当年古巴制药公司老板。真的？姐，我跟你说，这些年我在外面跑，其实也没全瞎跑，我就在找他。我就在想让他跟法院说，当年是他指使爸打的人，这样子他们就能把爸放出来了。雨果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就算你能找到他，他不一定愿意承认；就算他愿意承认，这件案子都结案了，过了这么久了，不一定能重审的。只要有一线机会，我就得试试，把他早点放出来，咱们能早点团聚吗？能行吗？不是怎么知道呢？我看报纸新闻，有一人被判二十多年都平反了，爸才进去几年呢，要能平反，至少能少判好多年呢。你可别乱来啊！你就放心吧，这件事交给我吧，你自己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。你点吃啊！好了，拉链来了。何宇，何宇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没想到我这来接你来了吧？嗯。怎么着？想吃点什么？肯德基。又吃肯德基？能吃点健康的不行？就要吃肯德基，我都好几个星期没吃了。行，听你的，咱们就吃肯德基去啊。田叔叔，你真好。走。我跟你说啊，胡总这次交代给你的事一定要办好，听见没有？好的。这次再办不好事，我可保不住你了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，陈哥。啊，这个事情就拜托你了，你就……哎。
哎，打的就是你们！别抓我！我告诉你，打的就是你们！我打死他，让你们害我吧！哎，今天幼儿园怎么样啊？没意思。又没意思？你看幼儿园现在没那么多课，每天就是玩儿。那你以后上小学，功课多了怎么办？我不怕，我还想上大学呢。你上大学想学什么？我要当医生。为什么呀？我要当最好的医生，给人治病，但治妈妈得的那种病，好让别的小朋友能有妈妈。嗯，咱们就当医生啊。江叔叔，那你有理想吗？我也有理想，我的理想也很大，我想把这个城市啊变得越来越漂亮，嗯，让你觉得生活在这儿啊，觉得特别特别幸福。江叔叔，你的理想很伟大，我崇拜你。你吃你的。喂，田阳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有急事找你。什么时候啊？就现在行吗？现在我有点事儿，这样吧，我晚上约你。那行，我等你电话。Kevin， 不好意思，我现在练不了了，我急事先走了。好。昨晚上包厢的账都打过折了，打折了。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点急事，我可能得先走了，我今天晚上可能唱不了了。又来不了了。我弟弟出事了，我得赶快过去。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，老板。君君啊，哎，那就辛苦你今晚多唱两首。嗯，好。以后出差呀，你早点说，你这匆匆忙忙的。我也是刚知道，这回去北京参加这个研讨会，其实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到北京看看，约几个专家。看看能不能约一下他们的稿子。哦，对了，出差你都带点现金吧。你在外头用现金比较方便啊。不不不不，咱家刚买的房子还借钱呢，这太多了。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放包里别放箱子。在外面用现金方便。老爸，嗯，我走这几天家里新房子那边你就辛苦了啊。嗯。你别忘了拿你那个充电器啊，还有那个证件。嗯，带了。谢谢你，老板。嗯，谢谢。刘老师那幅字啊，我已经跟点亮行的人说好了，他们会给我留着，我会想办法把它弄出来。你说，李果被派出所人抓走了？是啊，我下午去派出所了，人家说对方伤得不轻，可能会判刑。他为什么要打人啊？跟我爸有关，我爸当年是替别人背了黑锅才进去的。李果前几天找到这个人了，这个人当年指使我爸去打的人，李果就想让对方去自首，这样能给我爸减刑。可是对方肯定不愿意，李果一着急就……你先别着急啊，让我想想办法。我这次真的没有办法了，只能找你帮忙了。容我两天时间，你等我消息吧。来，Action！ 夏岛餐厅，夏威夷的风情。全国3000家连锁，遍布两岸四地，精致生活，经典品味。夏岛，夏岛，我的选择，也是你的选择。好，咔！好，太棒了，杨小
杨小姐，谢谢大家。杨小姐，我是您的超级粉丝，哎，今天看见活的了，哎呦，我真激动哎。你是？啊，我是出版社的，给您送样书来了。哟，这么快啊？是啊，您的事儿得特事特办呢，我们加班加点啊，给您出样书了。这边坐吧，我看一下书。哎，好好好。警官他们怎么还没来啊？马上。警官，你伤着哪了？有没有事儿啊？哎，我没事儿，姐。他们比我惨着呢。这位做的手下下回直接揍你姓胡的。行了，还在这吃人，再犯事谁也保不了你。我告诉你，不是我吹牛。不要碰到那帮混蛋的，见他们一次揍他们一次。不好意思，警官，他年纪小不会说话，他胡说的，我回去好好教育他。约他姐，哎，过来签个字，把人领回去吧。以后好好管管你弟弟。哎，您放心吧，回去说。那我带他回去了。走吧。走吧，谢谢你啊，警官。你别推我呀。走。这么多啊？怎么，你不信呢？不是，等着。喂，干爹，是这样的，人家有件事情要跟你讲，我的书不是要印出来了吗？你看，我那么多粉丝，要一个一个送给他们吗？他们都那么支持我。我就知道干爹最疼我了，你不用买太多，买个七八万册就好了。谢谢干爹。嗯，你现在这有人呢。好了好了，就这样吧，回头我再跟你聊啊。搞定。哎呀，你这干爹真好。你说我怎么没这么一干爹呢？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啊？啊，那不用不用了，哎，不用，那行，这书就留给您了，我赶紧去办去啊。去吧。哎呀，这都好几万呢，天！小翠，小翠，来了，收拾东西，我们走。好的。到了啊，好嘞，就停这儿。好，谢谢了啊，师傅。没事。
你弟呢？关家里反省呢。那小家伙，是得好好管教管教了。谢谢你，这次的事儿，要不是你托人打招呼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现在能告诉我，你跟梁鸿明之间到底怎么回事了吗？我和梁老师是师生关系啊。不是，李乐，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事儿，你应该跟我说实话。你真的想知道？嗯。我和梁老师，首先确实是师生关系，他是我的老师，他这个人风趣幽默，知识渊博，他教给了我很多东西。最关键的是，他身上有一种别人都没有的东西。我说不明白，但是那种感觉很特别。我承认我崇拜他，我也喜欢他。他也喜欢你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刚开始的时候，真的只是想在心里默默地喜欢他，甚至他不知道都没有关系。可后来我发现，这种感觉太折磨人了。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梁老师是有家室的人，我不想破坏他的家庭，我只是……只是你也做不到，是吗？你能不问了吗？我不想讨论这个话题。行了，不说这个了。那个，我觉得你弟啊，这个事儿他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他还会再去找那个老板的。我也挺担心他的。你这样吧，你把那个老板叫什么，还有他在那个公司叫什么，都告诉我。我去查查，看看能不能帮你把这事儿也抹平了。我想想，那个人叫胡冬叶。胡冬叶，是东海商贸集团的吗？好像是。这世界也太小了。怎么了？你认识？这事儿你甭管了，等我消息吧。哎呀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你啊！这次给单位出差。好，好，好，给校长带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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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张老师，哎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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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最近身体怎么样？哎，还凑合吧。听说你评为副教授了啊？啊，好事啊！你这几年取得的成果呀，我是早有耳闻呢。这都是老师您栽培的。哎，咱俩都是同行了，还说那客套话？不是客套话。嗯，正所谓一日为师，终身为师啊。红梅，我想问你，嗯，还想不想回京师大？你现在已经有了副教授的职称，人员调动就方便多了。况且呢，我们教研室啊正是缺人，正是缺少你这样的年轻有为的才俊呢。咱学校不一直想要海归吗？什么海归不海归的？我一直就有意见。嗯，像话吗？这外国人懂这个唐诗宋词吗？他能比中国人更明白吗？哎，红明，原来啊没有把你留下，一直是我的遗憾。郑老师，当初是想留下，但是现在我在徽州啊待时间长了，慢慢也就习惯了。哎，我发现啊，这小城市啊有小城市的好处，做学问嘛，在哪儿都一样。怎么好啊？好呀，你慢点啊，以后还得多联系。是，最近师母身体挺好。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菜就到了啊，这边这边。好的，慢点啊，别磕着。好的。你说你们也不包装一下？都包好，门口拆的。你轻点。好，好，谢谢您。不谢。
感动啊！你说我一个女人，被逼无奈变成一男的，嫁一老公有什么用啊？哎，愁死我了。巧儿，你在哪儿呢？哎，咱们今天去跳舞吧。真的，太好了，你终于又出山了。什么出山呀？我是高兴，我想活动活动筋骨。听说今天教练还要宣布个重要的事情呢。那我们健美城见啊。你等着我啊。好嘞。哎呀，其实啊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解读，我们走入了一个误区啊。什么是误区啊？那就是自说自话，自我陶醉。有什么办法能够走出这个误区啊？他山之石，另辟蹊径。方法论，方法论是关键。我呀，最近尝试着用中西合璧、西学东用的方法，也就是说，西方的新批评派来解读文本，比如说语境理论、含混书，用这个来解释中国的古典诗词，就像那个《桃花源记》里的捕鱼人，那是临近水源，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。豁然开朗吧！好消息，过些天呢，本市的首届肚皮舞大赛即将举办，我为咱们这个训练班啊争取到一个名额，非常不容易。这次比赛是一个展现个人魅力的大好机会，而且大家记住，这名选手得不得奖都没有关系，他代表着我们康尼健身俱乐部，将来俱乐部会颁发他一张 VIP 年卡，在这一年当中，所有的健身项目全部免费。一年全免，那得多少钱呢？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好了，大家歇够没有啊？赶紧站起来继续练吧，竞争很激烈的啊。不好意思啊，麻烦各位老师醒一醒。好的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我今天的题目是中国文人的神与魂。我倒是先想问问诸位老师，我们这次来是参加学术讨论会来了，还是参加茶话会？我梁鸿明啊，是这个学术圈里的一个新人。说心里话啊，我还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学术讨论会。原本是抱有着学习的态度来，但是没成想这次来真的是让我太失望，是非常失望。其实我也能理解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老师会睡觉，因为前几个发言的老师啊，确实发言有催眠作用。比方说刚才第三位发言的那位老师，引用的那个原文本身就是个错误，你说你还引用什么呀？还有刚刚第五位发言的那位老师，您提的那个观点早在10年前就有人提出过，已经很旧了。更让我闻所未闻的是李兰教授的高论，中国传统文化居然让连中文都不懂的西方人来研究，那还用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呀？梁老师，梁鸿明，你算哪根葱啊？咱们这里开的是学术会议，在座的都是专家学者，你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，但你不能把他们都不放在眼里。我还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
我把他们放在了心里。我不像李教授您啊，您是真把他们放在眼里，在他们眼前表演学术。您刚才发言引用了很多时髦的学术术语，可是恰恰没有您自己的观点。梁鸿明，你不要仗着你自己年轻，就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。就是，你有意见可以大家在私底下沟通沟通，没必要拿到这个会场上来大吵大闹，传出去了，比你血口还不笑掉了大牙。我今天的发言可能是有些放肆了，如果我的发言让哪些老师不舒服了，在这儿我要说声对不起。但我的观点我依然坚持。我记得孟子曾经说过，成者天之道也，思成者人之道也。我认为一个学者不管他学历有多高深，但至少有一点他要做到，就是说真话。我今天的发言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周老师，刚才你的发言呢，我坐在底下都听了，讲得好，啊，还那老样子，一点没变。我就是觉得吧，好多发言的教授啊太假，我要不说两句，我这心里憋得慌。我理解。后面我那还有几个朋友，我过去陪陪他们。哎，好嘞。记住啊，什么时候到北京，一定要和我联系。哎，啊，哎，我过去了。好嘞，郑老师。好。几位老师，您好。我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是徽州师大的梁鸿明啊，我也在我们学院的出版社工作。最近学院啊想出一套大家书系，我希望几位老师能给我写几篇稿子。哦，这套书啊我听说过，弄得不错。看样子你把我们这些老骨头当成大家喽。那当然了。如果您几位还不是大家的话，咱这圈里就没大家了。哎，几位老师都在啊。梁老师啊，你也在这儿。你不是去混娱乐圈了吗？什么娱乐圈啊？骂啥呢你？哎呀，有些话我不该说呀。我是怕影响了各位老师的声誉啊。前两天我在市面上看到一本书，上面是当红影星杨曼玉小姐写的回忆录，哎呦喂，那个内容可叫个香艳呀！我再仔细一看，那是梁老师他们出版社出的。李老师，我希望你说话要有事实、有根据。我们是一个严肃的出版社，绝对不可能出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。梁老师，你这么确定？我当然确定了，学校出版社出什么东西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我就负责这一块工作的。好，我今天还就带了这本书。我所经历的那些男人，杨曼玉回忆录。这内容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。看看啊，那上面可是清清楚楚写的你们出版社的台标。这种书也能出啊？我们这班老骨头还是不要约稿了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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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啊，以后啊，批评别人得看看自己屁股的屎擦干净了没有。什么好日子啊，搞得这么隆重，还请我吃饭。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啥消息啊？我买新房，我搬新家了。真的？啊，真的。你说是不是值得庆贺一下？嗯。服务员，这雪花牛
我今天胃口好。好了，快点啊！哎呀，今天真的是值得庆贺的一天，你不觉得吗？哎，你说人这一辈子奋斗那么多年干嘛呀？不就是为了最终给自己落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吗？我必须犒劳一下自己，对不对？有点可惜。哎，要是今天梁老师在多好啊！切，他除了结婚，任何一个关键的时刻他都不在我身边，我早就习惯了。那人家是博士，博士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博士就不是人了，博士不用吃喝拉撒了。那这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呀，是我们两个人的，是不是？凭什么就我一个人张罗啊？他就知道享受，大男人。怎么了，晴姐？我发现你变了。我变了？我哪儿变了？上的有点特殊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，我梁鸿明要引咎辞职。